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是非常的怪了啊，给台湾的压力比较大一点。안녕하세요마카오권입니다오늘제가경주로왔는데요여기와서대만친구를한명사귀었어요근데한국에대해서굉장히또많이알고있고한국을또많이와본것같더라고요그래서이친구에게이것저것한번물어보는시간을갖도록하겠습니다你好你好안녕하세요从台湾哪里来的我台湾台南来了韩国多少次呢五六次以上了这么多呀、都来玩什么呢都来吃东西都来吃东西像你们的 kimchi 我就很非常喜欢不管吃什么都有 kimchi 可以吃、我就很开心了那你喜欢韩国吗不喜欢就不会来那么多次了喜欢买什么韩国的东西呢当然要帮老婆买一些化妆品之类的还有帮女儿买一些明星要的东西台湾你喜欢韩国化妆品吗这点就不得不佩服你们韩国了因为你们的行销太厉害了你们从韩剧开始渗透到台湾的里面所以你们那边韩剧的女孩子都漂亮男孩子都帅那所以台湾的女孩子甚至男孩子都会去追求说哎，是不是可以像你们这样这么帅这样子那所以就会有一些喜欢用你们的化妆品保养品之类的、那刚才你说在台湾看到韩国人都比较帅漂亮吗那来了韩国都这么帅吗哦这个问题很好哦这个其实看到漂亮的真的蛮多的啦帅的也有啦只是说看起来好像有些会脸型各方面会有点点一样这样子你觉得韩国的哪一些方面比较优秀我觉得你们的民族性很强哦让我们外国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你们韩国人是很团结的我觉得你们这边相当有礼貌尤其对长辈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尊重、能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啊好像一定要等长辈啦什么之类的有些小动作可以感觉得出来但是也是感觉得出来有点大男人、对还是有还有台湾人不是很喜欢棒球吗那你觉得韩国棒球厉不厉害这个好这个是必须要承认韩国棒球真的有一定的水准的我们台湾哈也是很喜欢棒球但是我们很想赢你们前阵子那个 U18 刚好赢了韩国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多开心吗我们终于又赢韩国了因为在很多运动场合上其实都把韩国当成是一个很可敬的一个对手赢了你、至少我们就很开心这样子、在那你现在都来了五次嘛那第一次来韩国有什么印象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蛮感动的就是看到一些景区啊会把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那个国旗给放出来这个是在其他地方比较少看到的因为像你也知道台湾跟大陆的一些关系可能这个旗子是不允许被拿出来的那我们看到的话其实我蛮感动대만국기를잠깐흔들었던것이화제가돼서이게정말일파만파커지고있습니다걷잡을수없을정도로그때대만에서그런선거가있었단말이에요총통선거要景区有看到的话，我都会拍起来。像到南怡岛有没有？南怡岛要坐船过去，上面就有那个，我就把它拍起来。那我们看到的话，我们自然就很开心。那我们就觉得说，韩国好棒，可以放我们的国旗这样子，这是一个好兄弟的感觉。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是非常的怪非常的怪，给台湾的压力比较大一点。最近有没有看到在韩国大街上蛮多珍珠奶茶，台湾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有，刚刚开始特别红起来。是哦，你们喜欢喝吗？我们喜欢喝呀，很多地方都有写着台湾珍珠奶茶。你觉得都是从台湾来的吗？我先问你你知道珍珠奶茶的珍珠是什么东西做的吗？我不知道。那个其实我们叫做粉圆呐，台湾在早期农村社会的一个小甜食，因为以前台湾的糖很贵，很少吃到甜的，以前都是在种田，可以加点糖吃的甜，然后又可以补充体力。那是有一次有一个人不小心把这个跟奶茶混合在一起，所以才会有珍珠奶茶这个东西出来。现在日本也很流行台湾的珍珠奶茶，而且把珍珠加到其他的料理里面去啊。那个韩国我是没有喝过了。我是美国，我觉得好贵哦！在韩国很贵，贵一杯台币大概40块到50块左右，太便宜了。4块，我已经觉得很贵了。我讲这个珍珠应该是台湾这边进口过来，应该是没有错了。但是那个会胖哦。年轻朋友就是鸡排，比脸大的鸡排嘛，这么大的鸡排，然后配珍珠奶茶。好，明白。那谢谢今天这几天玩的愉快，经常来韩国。谢谢，谢谢，감사합니다。一起来，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